的，所以大家非常的熟悉的两首歌就是《You You You》跟《第一步》。但是因为我们原本现在只有一个版本，但我们这次就特别做了另外一个版本，想要让大家听听看，好不好？那如果你会唱的话，其实你也可以跟着一起微微的唱，好吗？好，那就送给大家这一首组曲《You You You》跟《第一步》。
接下来我没有要让他们那么快走，我刚刚忘记来介绍他们一下了。好，我们从女士优先。大家如果上次有来，去年有来看我的巡回音乐会的话，就会对他有印象，因为他上次也帮我伴奏。他是阿纯，给阿纯一个鼓励，耶、yeah! ！然后接下来是我们的鼓手，我跟他认识很久了，对不对？他没有麦克风，没关系。对，以前呢，他每一场表演我都会去看。对啊，台下人曼青都会跟我一起去看，对不对？就认识很久，从我还是学生的时候。对，但我不是看你。没有，他们以前组，就他们不是以前，他们组团的，而且超级棒，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。虽然现在还是可以搜寻嘛，对啊。他是小新，大家给他掌声，耶、yeah ！好，接下来是右边的吉他手，你要不要唱一下第一步？没有没有，他呢叫做 Ethan。大家好，我是 Ethan。伊等哦，要等哦。对，那我刚开始叫你伊森哎，没关系，都一样。好，都一样。好，那今天很开心，他们特别为了就是这个族群，然后一起来，我们就一起练了这个。那最后我们给他们一些掌声，谢谢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大家知道我这次的生日会啊，就是有特别在网络上，就是跟 The Stage 合作，所以刚刚有前面的那个舞蹈的表演，厉不厉害？厉害！我等下再慢慢跟你们介绍，他们两个年纪超级霹雳无敌爆炸小，对。但是接下来呢，也是欢迎一个，就是有来参加 The Stage， 然后有来甄选，然后被我就是选上了，然后他们今天也要带来一首歌送给你们。对，没关系，这是主唱。嗨，你要不要先跟大家打招呼？嗨，大家好，我们是小王子乐团，我是主唱凯勋。好，他们是小王子乐团，他是主唱凯勋。对，那你们今天要带什么歌曲给大家？我们要带来《摆渡人》主题曲《让我留在你身边》。谁的歌？陈奕迅的歌。陈奕迅的歌，我跟你们讲，当初为什么会选你们？因为你们选歌先选对了，因为我本人很喜欢这一首歌，有一点小私心啊，没有没有啦，是他们表演也非常的，就是让我就是哇，原来学生乐团可以很棒。然后因为其实我以前，虽然我打鼓，但是我没有玩过乐团，所以看到他们这样，其实我很羡慕，因为我觉得乐团很热血。对，哎、欸，你有麦克风，我可以试一下。终于有麦克风。耶、yeah. ，好，那接下来大家可以让我去休息一下吗？让他们带这首好听的歌给你们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那给他们一点掌声鼓励。接下来交给你了。好。Yeah. 介绍一下我的乐手，